同理念，全民发声。My Radio 2011。同听众分享由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日嘅地区工作经验，由街头变案至铁路兴建，一一以民为本。人民力量主持陈伟业，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一点半 ，My Radio 强势出击。踢走专制，争取自由，促进民主，改善民生，维护民权。辛亥百年华沧桑，主持麦业成、谢义芳。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嘅吓，辛亥百年华沧桑。喂，咁头先咧就讲到啦，边一个人做呢个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？嗯，犀利呢个。呢一个咧，其实就系当时嚟讲啊，反对蒋介石嘅嗰啲嘅军阀咧，自己组织嘅一个政权啊，一个大联盟，一个大联盟。喺呢个1930年嘅3月15日啊，冯玉祥、严石山、李宗仁三个集团啊，咁啊，佢开。私下開會咧，咁啊，即係第一揾個人做頭啦嘛，即係通電反蔣啊！即係屌我撲街嚟嘅，我拍台咁啊，拍台即係我而家就即係廢咗你，咁咧而家我哋就自組中央，討伐蔣介石啊！咁當時啊，揾邊個出嚟做下頭咧？咁樣嚴石山啊，呢個大呢個即係世紀大奸乜呢個啊？點解要揾佢咧？系喎，點解揾佢咧？因為咧，如果講嗰個呢個就係年老嘅時候，年老嘅年老，年老咁後生嗰陣時，成個土匪咁樣嘅喎，好怪喎。因為如果以咧按支牌輩嚟講咧，其實嚴石山當年咧，佢係最早，佢年紀係佢年紀唔算大，佢1883年出世，咁但係咧佢係最早咧掌握咗呢一個咧係山西政權嘅一個咧係軍閥。咁佢1911年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參與過太原起義，咁樣咧就咧係領導山西啦。係啦，做咗山西大都督啊。咁於是咧，佢喺個革命入邊嘅聲望咧，相對嚟講比較大啊。咁啊，所以揾佢咧就做呢個揾嚴石山出嚟咧就牽頭。嚴石山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，咁啊，馮玉祥、李宗仁、張學良就副總司令。但係張學良話我唔知喎，大佬。我唔係啦，本質問題張學良，你無啦啦如果拉埋個。張學良話唔關我事啊，大佬，傻嘅都。啊！呢幅相咧就係嗱嗰邊三個人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喺佢旁邊嗰個。唔係個馮玉祥。馮玉祥。嗰個馮玉祥。中間就係蔣介石。啊。另一邊嗰個咧就係嚴石山。嚴石山嗰陣啊。呢三個人，咁啊喺當時嚟講咧，嚴石山呢個人咧其實都幾值得提嘅。因為當時嚟講，孫中山係1912年啊，曾經八月嘅時候咧，就曾經去過太原地方咧係視察，咁啊並且喺太原睇火車嗰陣時嘛，係啊，嗰時咧就講咗6次嘅演講，咁曾經咧講過就係話，哇，雖然咧廣東咧係革命最初嘅根據地，咁但係咧如果冇咗太原嘅配合啊，即係武昌首義之後冇太原嘅配合嘅話咧，中國嘅革命咧。武昌首義嗰個嘅成效咧，就唔會咧有今日咁大啦咁樣。不過呢個當時都有事實喎，因為山西就好接近河北嘛，咁就直逼即係北京，咁啊，所以最後清廷咧就退位咧，就某個原因就因為山西唔支持佢。係啊，咁亦都講下嚴石山呢個人啦。嚴石山本身咧，佢係留學呢個日本嘅，留學日本呢個士官學校。咁所以咧，佢同後來啊日本嗰、那個一啲嘅軍政界領袖咧，係十分之密切嘅關係。因為其實嚴石山輩份高定蔣中正輩份高咧，兩個都係士官畢業。應該嚴石山會高啲。即係似乎就真係嚴石山高啲喎。係啊。所以點解佢要拱隊出嚟一輪白之輪輩啲高輩份嘅政界？同埋嚴石山都知道咧，即係我唔喐咧，蔣介石都會喐我噶啦。咁不如我喐咗佢先啦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啊遭殃嚇，就遭殃啦，係嘛？砌啦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好啦，咁佢哋又搞咗個咁樣嘅小政府啦，係咪同中央對抗啦，係咪咁啊？喂，咁蔣介石梗係唔掂啦，你咁樣搞法，開波啦！咁佢話：，佢話4月5日咧
就下令免去呢個鹽石山各個職務，即係話貶你為庶民啊。咁係啦，其實去到呢度咧，其實兩大家都知道兩方面嘅抹面㗎啦，抹面啦、啊，就砌啦，梗係。咁啊，即係到咁呢個喺啊，就5月11日咧，咁啊，蔣介石下達總攻擊啊，開波中原大戰咧。就正式開始啦，就正式化啦。不過講到呢度咧，可能俾大家一個小概念咧，就基本上咧，蔣介石其實嚴格講咧，所謂中央軍咧係沿海一帶啫，嚴格講沿海，由即係由廣東啊、福建啊一路上沿海，咁啊浙江、江蘇啊，咁武漢咁樣。嗱，睇翻嗰個啦，佢話嗱，雙方投入兵力啊，100,000嚇，100,000。咁啊，東起喺邊度咧？山東，西至湖北嘅襄樊，南到湖南，北到到河北，戰線延數千里，係嘛？即係話你即係基本上沿海，唔係其實大含不冷嘅戰場嚟。嗱，其實個問題就因為三國人砌啊嘛。嗱，你中國人佢哋以廣西為根嘅地啊嘛，去夾住去北向即係向西北砌啦。咁鹽石山就南下啦，鳳翔喺平津嗰邊嘛。咁三堆其實即係好似地圖嚟講咧，即係蔣介石係即係沿岸兼個長江口入，咁基本上即係變咗就係嚴格講係俾人逼緊打緊。係。咁所以開波砌上嚟嘅都中央軍嚟講係艱巨嘅。咁而且如果計下咧，計依個咧中原大戰開爆發之前咧個兵力嗰個嘅分配咧就係咁樣樣嘅。李宗仁咧係有11個師。馮玉祥有14個師，鹽石山有13個師，李濟深有5個師。嗱，咁蔣介石當時有幾個師咧？有20個師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一隻抽隻，一個打一個咧，少贏啦，就蔣介石贏嘅。但如果聯合埋一齊嘅話咧，咁咧就咧三個夾埋一齊嘅話咧，個兵力嘅分布咧就係3:1，對方比係啦，對方贏啊。咁啊變咗，所以佢哋三個咧諗住，咦，我哋三個夾埋一齊嚟砌蔣介石，冇理由砌唔贏佢啊，咁樣樣。直情圍攻你咧，大佬。聽圍攻啊！不過佢其實有少少計錯數嘅，先啊。一中原大戰嗰陣時咧，嗱，當兵力嘅對比啦，去砌啦。第二，錢有一個問題。嗱，錢係影響中原大戰幾緊要，因為你中沿海富庶地方咧，全部都老蔣嘅。上海一路數咧，税收啊。即係啲物資供給啊，即係海外嚟啊，各方面咧，一定經佢手嘅。最正經濟封鎖，你扣起嚟，唔俾你船入。嗱，即係同埋嗰個税嗰邊，佢即係變咗某個程度上喺中央軍嚟講咧，嗰個財政能力咧就強。嗱，可以有部分可以成立，但係咧嗱，亦都唔可以睇小鹽石山喎，因為鹽石山喺山西咧，基本上佢有礦物，而且咧山西。佢可以控制曬大部分嗰個財政嘅來源，咁如果相對嚟講，蔣介石咧要同分嘅喎，佢啊要同四大家族入邊啊孔氏家族要分啦，嚇要同啲銀行嘅財團嚟咧係爭數啦咁，所以咧喺個財政嗰個嘅集中嚟講咧，其實鹽石山係唔可以輕視嘅，咁加上咧佢個地方咧係近住乜嘢咧？係近住咧係一啲咧係外族嘅地方。同啲邊境嘅地方，咁亦都可以咧，同其他外國咧係做一啲相關嘅貿易嘅。咁所以咧，當時嚟講咧，鹽石山嗰個嘅經濟實力咧，基本上咧就唔可以睇輕嘅。係咯，嗱，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即係大家咧兩邊咧就少少好似拉鋸住。喺呢啲拉鋸嘅情況底下咧，就出現個情況咧，就話前兄咧要同大家交代啦，東北分嗰個走態啦。張學良究竟呢個副總司令究竟係真加人定假加人？嗱咁啊，一講張學良咧，就即係呢個就最後一錘定音啦。張學良其實幫邊邊咧，就邊邊贏。係啦，而家途中嗰個咧就張學良啦。張少帥，少帥哇，靚仔，好靚仔㗎！而家睇到靚仔，風流倜傥啊，大佬當年。誒，但係佢年輕嘅時候吸鴉片嘅喎，啊呢嘢犀利喎。佢係咪瘦咯？佢戒得喎，呢嘢犀利啊！哇，咁你真係減肥就吸鴉片可以嚇。有師讚係咁啊！咩趙四風流朱五狂啊！翩翩蝴蝶舞當行啊！呢個犀利啊！咁啊，當時嚟講咧，中原大戰咧，大家其實咧勢均力敵嘅，大家咧就互有輸贏。咁而頭先咧，阿謝兄都提過啦，其中個副總司令咧
就係阿張學良。咁點解拉埋佢落水咧？咁樣樣就因為基本上佢咧當時喺東北咧係擁有300,000嘅大軍。嗱，如果你計一計條數嘅話咧，如果成個戰場入邊牽涉到嘅係投入嘅係100,000嘅部隊嘅話咧，咁300,000部隊其實咧已經係三分之一咧，其實嗰個係可以話即係舉足輕重嘅。即係以前真係打仗咧，就係趕人頭嘅真係。即係雖然話開槍啦，但係邊個軍隊多人多咧，基本上俾人打過嘅咧，已經聽見哇人咁多人已經走嚟嘅。必然啦，即係人多就當槍炮多啦。咁你即係喂矮多嬲死象啦，大佬。我中槍又死緊，我走咯好嘛？好啦，咁啊。張學良在那個環境之下呢就成為各方爭取的人物，是沒錯，各方都會使扭盡六壬怎樣令到張學良給點名字我的懷抱，給點沒錯錢啊。咁當時呢張學良都知道的，於是呢在1930年的9月8號當時呢張學良就在自己的地方就是開了一個叫東北最高軍政會議，咁喺沈阳北陵嘅地方去开嘅，咁当时召集咗咧佢自己嘅班底入边啲重要人物，包括当时顾维钧咧，亦都系在座嘅。咁啲人咧，佢哋开会嘅时候啦，系啦，后来外交部长咁嘅，佢话喂，咁应该点样样系决定咧？咁帮边个好咧？咁样，咁咧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声音。最后咧，张学良咧就讲咗咧佢嘅睇法，佢就话。如果睇翻咧，呢兩個人，即係話，如果就講蔣介石、嚴石山同馮玉祥咧，馮玉祥同埋嚴石山呢兩個人咧，信唔過。點解信唔過咧？因為佢哋嘅往績唔好啊，佢哋嘅底唔好啊。張學良認為嚴石山同埋馮玉祥咧，以前咧都係同北洋軍閥有關，尤其是馮玉祥。馮玉祥基本上嗱，而家圖片見到嗰個咧。就見到了，馮玉祥基本上是直系出來的，也是段祺瑞手下的一名重要人物。他在北京政變的時候就竟然反了這個是當時的他的主帥，於是就令到北洋軍閥是消亡。所以當在張學良的眼中，這兩個人令到自己的主帥失敗，他的叛變呢令到自己主帥失敗呢，於是呢基本上呢就不可靠的。而且嚴石山和馮玉祥其實就貌合神離的，嚴石山本身呢就掛著自己的利益，馮玉祥呢就想爭取呢這個中原的控制權，所以中原的意思是講緊北平和是天津一帶。所以呢當時張學良認為如果這兩個人呢雖然呢是現在合作，但是呢如果一旦是贏了的話呢一定會反面，這一反面的時候當時中國呢又會陷於一個內戰。當時張學良認為蔣介石、雖然野心家、雖然是衰、但是呢畢竟中國當時呢都需要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呢去、集權去呢是抵禦外敵，一個領袖啦，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呢。所以咧就揀咗蔣介石。咁當時咧就蔣介石都派咗邊幾位去即係同阿張學良打麻將啊？打麻將先。啊，張群咧，係啦，吳鐵城咧，方本人咧，佢一路咧喺邊咧？沈陽打到葫蘆島，即係追住佢。總之你張學良去邊，我呢幾日就陪你去邊。一路咁嘅勢度。咁即係張學良都好中意打麻將嘅。咁啊喺麻將上面，咁張學良已經講話：喂嗱，我哋打維新麻將啫。國事就免談，咁但係，唉，打緊麻雀有咩會唔談嘅？即係等於四個人打埋一堆，梗係講自己老公點撲街㗎啦，係咪？即係之前梗係話喂唔好講啦，我哋唔好講嗰啲啊，講講下就自不然會咁講㗎啦，係咪？咁佢講講下就自不然會將蔣介石嘅意思就喺個麻雀台上面咧，就大家都碎啊呢個笑碎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打打下麻雀，咁啊。贏了加大了他自己的籌碼，是的，厲害，那好了，那即當然了，剛才前都說了，其實張學良心，其實在麻雀台上面，其實張學良一句都沒有說，但他心裡面他是傾向於蔣介石的，即等於剛才那麼說，中國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袖，即這個中央是真的正統的，即你那些軍閥都是油油污的，即如果我投靠了你
分分鐘喂我都冇啖好食嘅噃，係嘛？同埋咧，我諗仲有一樣嘅啦，都要需要咧，大家理解下咧。張學良本身咧，佢有個家仇，佢老豆咧就俾日本仔砸死咗。係。咁啊，呢個咧就真係張作霖啊。對張作霖喺即係撤退翻去嗰陣時咧，就即係喺車站俾人砸死啦，即係皇姑屯車站啦，係咪？嗰個路途啊，路途啦，就俾日本仔砸死。咁佢呢個家仇咧就一直想報。咁當然啦，你報呢個家仇就坦白講就同日本仔開火。咁只有中國強大，你就同佢打砌嘅。係，冇錯。咁所以佢啊，我諗呢個咧亦都係個主因，都期望中國，就團結一個強大中國。咁就葉高三就打日本仔啊嘛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啊，當時嚟講咧，張學良咧就用300,000嘅軍隊咧，就咧係支援蔣介石。宣布入關啊！咁啊，歷史上咧就稱為咩咧？係武力調停喎、啊。咁啊，呢個咧好吊詭嘅地方就係話，原來張學良咧係慣咗咧用武力去勸人嘅喎、啊。咁所以去到咧係1936年嘅時候咧，咦？咁佢可能又真係。用翻同一個方式就勸蔣介石啦，兵革呢個過兩集要講西安事變嚇。好啦，話仲有喎，佢1930年咧9月1日咧，嚴石山自己另組呢個國民政府啦。係啊，咁啊點解咧？話佢喺9月9日9:09就職喎。哦，冇錯。咁啊啲人話喂4.9係咩啊？佢話9即係最大啊嘛，最大啊嘛。我仆街啦，張學良10噶嘛。張學良。一指命令就話：喂，嗱，我咧就會即係300,000入關啊，9/18入關，咁啊9/18入關，咁啊搞到咧嚴石山就即係美夢破碎。原來咧4.9咧係9/4/36走為上著三。咁佢初時咧就以為係長長久久啊，唔係。咁但係可以補充一下咧，當時嚟講咧，呢一個頭先阿謝興所講嘅國民政府咧，其實除咗係軍閥。入邊組成之外咧，仲包括汪精衛喎。係，汪精衛呢條搞屎棍真係去啊！我都有份嘅喎，我都有份嘅。佢係頭帽啊，去到邊衰到邊嘅喎，好貴。嗱，共產黨又有佢份啊，中原大戰又有佢份，即係總之就最後同日本一齊都有你份。餐餐都有佢份。唉，真係呢啲人真係。嗱，依個好特別嘅。出風頭嗰啲又好貴。汪精衛咧，同蔣介石咧，大家嚟講唔啱嘅。蔣介石咧又要利用汪精衛，汪精衛咧又要靠蔣介石。咁所以變咗咧，大家咧恩恩怨怨，恩恩怨怨咧就分唔清嘅，啊咁啊，依個除咗係喺呢個國民政府啊，即係北平嘅國民政府咧，就同咧呢個咧係蔣介石咧打對台。咁啊，除咗係阿汪精衛之外咧，仲有孫科啦，啊咁當時嚟講咧，亦都咧係同阿蔣介石唔妥嘅。嗱咁啊，大家咧可以留意啦。當時嚟講咧，凡親同南京政府唔妥嘅咧，就自己另立政府。咁即係等於後來咧，中央係啦，等於日本咧，即係而家搞個會，係啦，總之係搞個會啊，即係。所以後來咧，日本人咧分裂中國嘅咧，亦都用翻呢一招，係就喺你佔領區入邊咧，又立一個政府，係啦，一個偽政權咁樣。嗱，當我哋講翻入關咧，因為當時我哋所以號稱入關，因為真係坐火車入關，係啊，坐火車其實一入關咧就好快咧，車程咧就即係以今日嚟講咧。3.5小時車已經到了北京嘅啊，咁其實很短。咁啊，300,000我哋一入關嘅防牆即走啦，冇得打。咁佢知道咧，因為佢當時已經打到筋疲力盡嘅啦。佢哋咧亦都估計到咧，就係如果張學良咧唔幫自己嘅話咧，咁其實自己嗰個嘅收得曬，已經收得光嘅。即係當時張學良其實投靠邊個，邊個贏嘅啦？因為300,000精兵都冇打過，你班友已經打到筋疲力盡啦，我只要去邊邊。有邊邊要贏？話張學良一入關嗰陣時咧，蔣介石咧就封佢為即係平津司令官官咁啊。平津總司令之類嘅官啊。總之係管曬北平啊，即係北京啦、天津啊。咁但係仲又得意喎，嗱，中原大戰一入關即刻中原大戰即刻已經收兵啊。咁佢收兵佢好簡單嘅啫，佢哋其實啊馮玉祥又話宣布下野啦，嚴石山又下野啦。佢咧咁樣啊。應該咧就喺9月19日咧，即係100,000大軍咧就係喺東北落嚟啦。咁啊，即係當時呢個反蔣聯盟嚇，咁啊發起咗即係抵抗啦。其實十幾日嘅啫，十幾日搞掂咗佢。咁啊，十幾日就即係都輸到，即係同埋呢個啊，即係當時張學良同蔣介石就係即夾攻佢哋啦。咁啊，十幾日就即係呢個反蔣聯盟咧就土崩瓦解，咁啊即係走啦。咁啊，11月4日咧。嚴石山、馮玉祥
就話下嘢啦，我通電啊，即係通電下嘢啦，投降啦，投我收工啦。咁啊，即係其實中原大戰咧就到此即其實結束噶啦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又要提一提喎，當咧蔣介石咧贏咗中原大戰之後咧，佢就立即咧下個特赦令喎。係啊，就係話凡親同呢一次嘅反蔣聯盟有關嘅人咧，都特赦，一概特赦。嗱，因為咧佢第一。在打仗的時候我一路收編了你哋對方的部隊嚇，即係收編成我哋即係俘虜，俘虜即係中央軍，咁啊變咗中央軍。咁如果我仲即係將你嗰啲阿頭趕盡殺絕嘅話咧，就似乎就太不講道理啦。咁我即同埋，如果我將你趕盡殺絕嘅話，你分分鐘你哋嗰啲部下咧都會反我嘅。咁我善待你，即係善待埋你啲部下，咁你啲部下就會歸順中央，即係嗰個策略咧。就非常之用到非常之巧妙嘅，該殺不殺咁嗰啲就嚇，即係放佢條生路。出現你就好中意一宣布下嘢就冇事噶啦，係啊，冇事翻屋企得噶啦。咁要瞓覺，好奇怪啫。你一下嘢嘅話咧，你可以將你自己家產咧攬走嘅喎。係，咁當然啦，當然攬走嘅喎。又出走日本啦，好多都係咯。咁啊，交個印出嚟啫嘛，交個大印出嚟算。咁啊，講開咧，呢一個咧係講軍閥咧。咁咧有個小嘅插曲啦。李宗仁咧啊，貴係1925年嘅時候咧，就咧係打敗過一個人物叫做沈紅英。嗱咁沈紅英其實同香港咧某條村有關嘅喎。係咪？邊條村？其實呢個係佢就收尾所謂舊貴係就撤退到落嚟香港啦。咁當然而家佢家人仲喺元朗都。部分後做咗區議員添啦，咁啊就佢有個大宅喺鳳吉鄉，係啦係啦冇錯啦，咁啊所以都相當有名望嘅，都嚟到新界咧成為望族嘅，好犀利嘅，好犀利嘅，所以點解叫鳳吉鄉咧咁樣？就因為係佢覺得啊每一次都逢凶化吉啊，咁所以咧就係有呢條鄉。啊！而家都可以有沈紅英幅相見到嘅喎，即係喺佢嗰個大宅入邊。啊，好犀利嗰個，當時嗰個屋好靚。係啊，好英偉啊！即係好英偉，即係成條村，即係當時特別幾十年前咧，新界人窮噶嘛，大佬哇！突然間有見到咁樣大宅，哇！真係幾威風，真係相當威風嘅。坦白講，咁呢啲係小故事啦，呢啲小故插曲啦。咁同埋咧睇到一點咧都幾得意嘅，咁就係。當時嗰啲軍閥啦，一路咁打嚟打去，最後咧，你話唔打下嘢咧，就算噶啦，絕不下追殺令嘅。啊，呢個就唔追落去嘅，唔追落去嘅。咁啊，你只要帶埋啲家當走得噶啦，真係。喂，即係投降啫，我哋賭十三張都係啦。澳門輸一半算啦嘛，咁啊俾嗱軍隊俾你錢我攞走，咪是但咯。你又唔好追曬我啊，咁我投降算啦。啊，嗰陣時有幾個江湖道義噶啦，不過。咁後來咧，又好奇怪啊！即係都係講歷史嘅嘢啫，即係風水輪流轉係啦。咁咧嚴石山咧下一夜之後咧，去到後來咧，佢又出翻嚟咧，又幫蔣介石嘅喎。馮和尚都係啊，李宗仁都係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咧就真係好奇怪。不過所以有人都話阿蔣咧，蔣介石咧，佢喺用人方面咧，佢都不拘格嘅。對，最後對即係好多人都同佢喂仇家嚟嘅，明明仇家啊，大佬。同第一本真係照用，照重用，破格重用，你好容易破格重用喎。係，咁亦都睇到一點咧，就同埋咧呢個咧，即係台灣有句説話叫天威難測。係，冇錯。即係你估到我，咪俾我冇面。係啦，嘛，但係我用你啊。係，你估唔到嗰個，我就用嗰個嚟吹到我帳。啊，吹你帳真。咁不過咧，嗱，阿謝興同麥興啊，講咗咁多蔣介石嘅好嘢啊，係嘛？咁但係蔣介石咧，亦都有一啲權謀，亦都唔係咁為人所讚許嘅。嗱，呢度都平衡下講下啊。咁佢就好中意咧用錢咧，就去買人哋嗰啲手下嘅歸心嘅。即係好似譬如話喺偷佢啊。啊，即係溝咗佢嗰個部下啦嚇。譬如好似喺李宗仁部下入邊咧，喺蔣貴。大戰入邊咧，蔣啊即係指蔣介石啦，啊貴係指呢個咧係李宗仁部隊啦。咁佢就買咗邊個咧？就咧係李明瑞呢一個嘅部長。咁令到咧當時李宗仁嘅部隊咧就話即係不戰而潰嘅。係啦。咁呢個咧亦都係佢蔣介石當時咧係好常用嘅一啲嘅方式嘅。啊。第二咧，我諗都要大家都要睇睇。不戰而屈人之兵啊嘛，大佬。第一啦，嗱呢叫明戰咧，但孫子兵法有雲啊嘛。暗戰都好犀利嘅。嗱，因為蔣介石咧，佢真係軍校出身。軍校咧就所謂間諜嘅戰咧，
佢學咗好多，咁所以佢喺北伐過程中咧，所以去到上海之後咧，但其實就清黨啦，清黨當時國民黨本身都係成為一個中央調查委員會，調查黨內有冇喂共產黨潛伏人，有冇疑心者，即係唔妥我老長嘅調查。呢個叫中統局啦。呢個最後成立個中統局，又嗰個叫特務組織啊。第二，黃埔軍啊本身咧成一個軍，即係軍事調查委員會定調查局咁嘅。咁啊，再揾個大粒係咪？大粒做統領，就叫軍統，即係標準。呢個就真係特務組織。嗱，其實特務組織好多嘅嗰陣時，好鬼多嘅，即係有咩師師系啊？要師師系就即係中統啦。咁啊，即係呢兩個其實佢就。即係兩手啦，咁樣就嗱，師師咧就去即係調查陳國富、陳立夫啦，兩個都係師字頭啦，係啦，師字頭啊嘛，所以師系啦，咁咪去調查，喂邊個共產黨啊？咁啊調查到點啊？懟冧佢咯，殺咗佢咯，麻波都粒搞掂咗佢咯，棄屍山野，啊棄屍山野踢落黃埔江啦嗰啲係嘛？咁啊呢啲佢哋嘅手法啦。啊頭先啊嗱，阿麥興咧提到大粒咧，我哋用我都覺得有一集需要講。我哋需要講嘅，因為大粒如果大粒唔死嘅話，其實中共都冇咁順利可以即係中國唔可以即係未必咁順利淪陷啊。即係大粒嘅死係對中國即係好大影響，一個人可以影響成個中國。佢係大粒。即係簡單軍統就等於而家美國個中央情報局啦，係嘛？即係而嗰個其實好多系統嘅嗰陣時，好多系統嘅，好多。就係去到台灣嘅早期啊，即係戒咗鹽之後，解鹽啦，解鹽之後咧就梗係冇咁多啦。如果講早期嘅台灣係好多呢啲所謂特務組織嘅，啊軍方有軍方嘅，啊即係呢個憲兵有憲兵嘅，黨又有黨嘅。嗰啲咁啊，即係少少。不過呢個咧，我諗可能亦都另開一張紙傾下啦，好嘛？所以咧，即係喺當時嚟講咧，即係可以咁講啦嚇。中原會戰咧，就咧係確立咗啊蔣介石咧喺軍中同埋咧應該咁講啊，喺成個中國入邊啊軍事實力上邊嘅領導地位。咁即係所以即係張學良咋，即係助長有功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封咗做呢個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嘅副司令啊。佢仲有一個特權。出入蔣家唔使通報噶，蔣介石瞓緊覺咁就走入去嘅。哦，咁嗱，蔣即係揾阿宋美齡傾偈得噶。嗱，張學良其實張學良咧，即係蔣介石即係夫婦咧，都視佢為即係子侄嘅，係嘛？即係都例如嘅。因為佢覺得佢就算有恩佢嘛，就算呢個即係雙十二事變啊，即係呢個西安事變咧，其實之後咧即係唔殺佢咧，其實即係裏邊好多原因嘅啊，即係當然。即係呢個蔣夫人啦，係嘛？即係喺呢個蔣介石耳仔邊吟吟沉沉啦，吟到嗌得啦，算啦，我唔好殺佢啦，殺咗個楊虎城呢個冚家產算啦。張學良就放咗佢啦，即係貪到靚仔可能。呢個即係當然同蔣夫人有關係啦。嗱，我諗最重要咧就係佢真係幫蔣中正咧兩次，第一次就逆刺啦，咁就中國統一啦。咁啊，第二次中原大戰就即係率兵入關。幫咗佢，咁啊，最後因為佢率兵入關之後，第二年就98事變啦，冇咗個東北淪陷啦。嗱，因為獎爭佢嘅喎，大佬。其係啦，因為佢300,000東北軍入關，令到東北咧空虛，日本咧就趁機咧就立咗東北。啊，一年之後就立咗東北。所以即係呢個係好有關係嘅。所以老蔣覺得係好爭。918就入關，918就失去第二年嘅918就失去咗呢個。東北，即係所以即係呢啲有啲歷史嘅嘢就係好詭異哦，好詭異。咁因為另一方面咧，中原會戰之後咧，其實中國嘅損失好大嘅，就算係軍費，當時嚟講啊，個軍費係5亿嘅，而且咧嗰啲農工嘅損失咧，亦都係咧數以千萬計。咁所以日本人咧就借呢個機會。就咧係侵略中國嘅東北啦，啊，亦都開始。好，我哋下一節再講啦。第二節啊，我哋到呢度為止啦，係嘛？下一節再嚟講過。我共產黨啦，好。